只要跑。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就好，帮你们喊六六六，还可以实况转播。没事，这样我给你这个免洗金牌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免洗金牌，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必死金牌吧？希望你在第一轮不会 GG， 但因为今天我们主要玩新的模式。嗯，这个猎杀，对猎杀派对呢，还有过往的战争模式啊，躲猫猫模式、感染防守、翻箱网，现在还多了新的逃脱模式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是啥？这一个模式不得了，嘿，有没有说明？我看一下，哦，非常游戏介绍，这里这里这里在这里在这里。在这边呐、啊，在这边呐、啊，那个车要出去左转，要出去左转啊，这里、这边呐、啊，规则书它也都有改变。好，这个逃脱模式呢，它有团队的战法或者是个人战法，可是其实我觉得都有点类似。那主要就是分任务方跟攻击方，团队的话就是任务方，你要找到足够的地狱之心，就直接获胜。反之攻击方就是要杀光所有的任务方的玩家，或者呢、是在时间内他们没有找齐地狱之心，那你们就获胜。好好好，那个人战其实也是类似啊，就是个人找到三颗地狱之心，你个人会获胜，可是攻击方就是要杀光所有的玩家，所有玩家，对，或是逃脱人数少于三，反正我们就来玩玩看好不好，这可以替，所以酱油你不用担心。你不是独自一人，依靠团队的力量。你知道我很聪明的，我只能骗一次，骗一次。没有，这已经被骗第二次了。真的吗？没有，我讲的是对的，我只是漏讲了一个嘛，对，少一个字而已啊，少一个，少一个，少一个。对。那它也有新的地图哦，叫做东岸广场。新地图，对，看起来很漂亮。反正就走走看看。好，关键就是箱子里会有这个地狱之心，你要拿着那个 key， 然后去找。只要你们那一队找到指定的数量，就可以获胜。好，他好像没有特别说指定的数量是多少。嗯，有目标地狱之心，他我们就都预设都不按，让他自己来。好，没有问题。而且他的玩家分队是2:1的分配哦，哇，2:1，对，我们就全部预设，好不好？都不调，好，好，这样子哦。繁星、泱泱跟团团啊，哦，好，大嫂，你叫什么？好，第一场试水温，好不好？都不知道，玩了就知道。哦，200秒，原来是这一张哦。对，就是我们要去找。找箱子，找箱子。我的眼前只有好，一起。你们杀手可能要比较晚出来。我要等一下，我要等一下。可是我看得到东西啊，我还看不到。你看错，你看错。有，我看到门。你要先闭上眼睛。看不到。你是小女孩眼睛数到十。我看。没有啊，小女孩眼睛比较聪明。我怎么太快了？我找到一颗了，我找到一颗。哎呦呀！我在做事，太快了！刚那个不见了，我两颗，会刷掉，是不是有点扯啊？箱子还会在那里空包，先不要，让我游戏体验一下啦！我也在游戏体验呢，要再两颗，好夸张！不要了，我在游戏体验。谁还没有找到？投到后面，跳起来，不见了，不是一个，差几个人就已经这样了，太扯了，不是才说是垃圾，你们加油，我就慢跑，真的好难，我们再一个，要死掉了，有没有再一个，太快了，我再跑，你们加油，哎，杰克，你脚不酸吗？对，我刚刚自己人我刚刚看 BB 还吓到，白痴！白痴哦，你要不要吓自己啦？不用，不要追了啦！你好大，哎呀，完了！可是你们也杀很多，我其实才看到一个人而已。巧克力，你找几颗？我找到一颗 ，BB 你要死了 ，BB 你要死了，别说，巧克力你要死了，是你要死，你不要过来，你白痴！你说的哪里啊？在高的地方，这里是哪里？鬼没加速哎！
对啊，我们也没加速啊。巧克力，救命！我没办法，就我没办法。我跟你讲，我刚看到超可怕的，我刚看到团团在我面前，然后他就转弯了。哎、欸，箱子重置，箱子重置。哎呦，我死掉了，我死掉了。噔噔噔噔！好快哦！这个前面我们太惨了，真的不行哎、欸，没办法，这没办法。太快了，我跟你要多一点，而且刚刚迪叔。找了两颗，波波也找了两颗，也太强了。主要是杀手没加速啦，杀手没有加速，然后追比较多一点。然后其实会追很久，就追人的话，其实就是一比一啦，一档这样子。一比一，对，一比一。对对对，你追一个，就其他人就有空去找。对对对。哦，不然我知道目标地狱之心要多一点，多一点。哦，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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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其实你看刚刚你们找的还算 OK， 只是因为。地狱之心太少了，哦、如果十颗多了四颗了，好，应该比较那个有机会了，每人两颗啊就可以了。因为他起码要两 r 啊，刷子那个箱子要刷子，刷子反正就玩玩看，这次要十颗咯。嗯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呦，又是繁星，哎、又是繁星，繁星露米跟杰克，嗯，熊爸爸，那就来咯，走起来。哎、我记好箱子的位置，我记好箱子的位置。我他每次不一样啊，记好不一样，有靠哦，还在记啊？白痴啊！我连路都在绕圈圈的，我在干嘛？是啊，哪里我是谁？哎呦，我要洗虾狼！我去找到一个，我去找一个。我哪里有人？我负责一个，我负责一个，我负责一个。啊，烦死！哪里有人？没人，没人。你不要动，我听你解释。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你也不要先走，一个。啊！你再走啊！你再走啊！三个了吗？几秒？几秒？艾迪叔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样子我看过了吗？还想上楼？还想上楼？还想上楼啊！哎，不能下去！不能下去！我躲起来，我们躲起来就好了。等下一 round， 等下一 round。还有一颗啊！那你们要三 round 哦！哎呦，鬼来了！迪叔要出去了啊！迪叔，啊，洋洋你嘞？洋洋嘞？我找到你了，没有啊？洋洋，没有，然后别躲了，出来玩嘛！哦，团团，你不要再躲了，团团。我才多个两颗，感觉就好难哦。外面很好玩的，哎呦，不要玩了，恶魔的呢喃，恶魔的呢喃，跟戴尔换法了，这个就出去了，就不能顶我了，要多久啊？一杯敬一杯呢，应该剩一百秒吧，好久一秒，对啊，我在等他重置，你知道吗？等重置。才多两颗，好久哦。三个人我们有四个人，我们只要努力逃就可以了。三个人，重置，刷新喽！希特酱油，几楼？在一楼，不在。不会现在有了。我看到团团了，哇，还变成多一颗。哇，六六六！我真的要死啊！啊哈哈哈！团团隐形哎，我早就看到你了。团团在三楼哦。啦啦啦！巧克力靠你了，没人了，只剩我跟团团了。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团团在顶楼，团团顶楼。我不在啊，我在一楼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我要死了！太蠢了，不是。太难了吗？突然变超难，看来八颗是刚好的，有没有？八颗，那不是的。突然变八颗是刚好的，太可怕了，这个。亲爱的，你在哪里呀？我没办法，他还会再从哎，时间到是谁？那个杀手营，杀手营啊，所以我一定要努力的去找。好可怕！巧，你在哪？亲爱的，你在哪？直接说你在哪就好了。
赢不了就加入，刚刚在同一个地方啦。赢不了就加入，赢不了就加入，赢不了就加入，赢不了就加入。也是啊，十颗十颗太多了，十颗太多了，还差两颗，居然差不多，刚好八颗刚好。我觉得刚刚纯粹运气好，那个迪斯还有，而且因为一开始地图不熟悉，哦，也是有啊，刺激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而且我刚跟那个酱油躲在那里，然后忽然间一回头，叶安也跑过来吓死。对对对，我就哎、欸，这个好像有脚胶在那边，我就哦，脚胶，脚胶，脚胶了。对，我看到脚胶。好可怕，好可怕，杰克好凶，可怕，可怕。你看，只有八颗哦，最合理的了。那就再来随机，哎呦。随机泱泱跟杰克，还有哈弟，可以可以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我觉得我们可怕了，快逃跑了！哎、欸，我忘了我有没有抢到八颗，跳跳跳跳跳，哇，偷字幕，偷字幕，有八颗，有八颗，不要偷啊！跳跳是哪里啊？跳都可以啊，看两下。哎，哈弟从这边跳跳，我跳到一个，我不知道哪里，不要偷啊！跳。跳、啊，反正我们僵尸跳嘛，我们看不到东西、啊。僵尸跳，僵尸跳，看到东西。啊、哦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有有有 bug 吗？哦，我们都命。啊，酱油那里有吗？酱油没有没有。等一下，我没当过人，请问是用什么开箱子？钥匙可吗？一个用那个。我看到开心了。嗨嗨嗨嗨！后面有鬼，后面有鬼，后面有鬼 ！Surprise！ 真的假的？你怎么在这个角落底数？哈哈哈哈哈！你跑可以哦。你怎么把鬼你要都走到我一样的吗？没有，你跟我走啊！我走到你前面的，跟你走到一样，你快跑！哪里有楼梯可以下去了？好难过。啊！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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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丢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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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！先杀波瓦，先杀波瓦！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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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要多一个！哈哈哈哈哈！我操！太丢脸了！太丢脸了！阿杰，你听我说，我听你说，我听你说，我听你说，你要说什么？默契不错，夸夸夸夸，哇，笑死，开心，哇，剩两个哦，你啦，整团剩你了，在楼顶，加油，在楼顶，我觉得我们全部都跑到顶楼去了，二楼都没人，对，一二楼都没人收箱啊，我觉得好嗨。好，趁现在看一下有什么可以躲的，有没有？箱子红色喽，也有人要被打了。哎，怎么太准了？大力敲门啊！在，在从哪里啊？啊，在一楼外面，外面。你错了，你看错了的。还，还，你还有四颗。还。你再找三颗就可以了。他现在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我很努力。团，那个箱子有加速，那个箱子有加速。哎，团，加速，加速，哇哦，加速，加速！哇，团团一个加速冲走，哎，完了，加速，不要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啊，可以的，团团，最后一个让我看一下，再找三颗，你再找三颗，哎，再找三颗，哎呦，杰克，你不会打他，他是我的，好难抓敌人哦。我觉得一定是地图的问题。地图的问题，然后地图一个不熟悉，马上大家就可以找起来了。嗯。然后这边刚刚有作者说，一百秒刷新的时候是七颗地狱之心，七颗，七颗，七颗了，哦，超级有机会哦。嗯，那我来四色商场这个是好，好，习惯的地图，很酷的哦。换谁？繁星路易，哇，繁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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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都是当，繁星今天是大魔王哦，只当鬼王，他在欺负我手受伤是不是？快跑！快跑！天哪，真的是四个颜色的商场，真的是四个颜色，四个颜色，
啊，里里外外都有可能会有箱子。怎么跳？找不到箱子，没有，还没倒数完你跳。哦，可以出来啊。杰克，阿纪灵在蓝色。杰克干嘛？哦哦，你在邀功哦。对，我那个给我，那个给我，那个那个，我帮你们找了两个空箱，好不好？那两个空箱不用找。等一下来了，大飞，对啊，大凡，打杰克，打杰克，打杰克。阿基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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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个，有一个，好准哦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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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说，好的吧？黄总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是鬼来了。你干什么？黄色商场有人吗？来支援，黄色支援收银。蓝色资源收银，蓝色二楼资源收银，我们看看这个，不要，你说停，你冷静，结束，你冷静，这是误会，这是误会，这是误会，你看你后面，你看你后面，这是误会，这是误会，你后面有巧克力，快点，啊，巧克力死了，我都中枪了，你后面有酱油，红色资源收银，一楼，红色资源收银。没有看到，我觉得很危险。红色资源收银一楼有没有？没有，红色没有。你快点努力冲啊，杰克！哇，黄色，红色资源收银。哈哈哈哈哈！一楼，一楼很忙啊。不是，这边两个人争一个啦，没办法。哎，杰克。对对对对对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，干得好。剩四个。等一下，我真的觉得我很努力啦。要支援收音的要讲，要支援收音要讲。迪叔我来了，迪叔我来了。支援收，收音。哦哟，粉酱要跟酱油了，就在这里呀。当阳姐，酱油你可以的，都没走啊。秒惨了，酱油。这样这里还有箱子，有你们机会。为什么一颗都找不到？那找过了，完了，完了。资源收银，剩下两颗哦，只差两颗。赢不了就支援哦。为什么全都投？我看到了红色了，支援。好，你可以，你酱油。有，快点，黄色他跑了，他跑了，他不结账，他不结账就跑了。他不接，他就跑了。超他，超他，一楼一楼。你拼命！不对，到哪里？有没有？啊，差一个！啊，可恶！哎呀！我看到了，黄色一楼，黄色一楼，快点！完了！人类的梦想就在洋洋身上了。真的，洋洋，真的，洋洋，左转，有救！左转有别人呐！哎，迪叔，哎呦，外面是不是？迪叔在哪？哪去？我开了三个箱子，全都空的呀。又打了两三颗了，超可怕。对不起，我也都开到空箱。对，空箱啊，气的。拿了两个，就可以两个。气的，我想去跟迪叔消消气，抖到不行，我也追到很抖哎、欸！我家狗都很生气呢，怎么那么多空箱？阿蛋很生气，阿蛋很生气，空箱太多，抗议！第一场真的是运气好，空箱太多，满旺旺旺旺！有、哎，我们也可以来玩看个人战哦，个人战是什么？可是个人战三颗哦，哎、欸，对啊，刚有谁一次拿到三颗吗？一个人找三颗级胜利，谁能找到三颗啊？玩一场是不是，那杀人的是一样，全杀吗？杀人的，对啊，就是全杀，或是逃脱人数少于三人就可以。时间内逃脱人数少于三人，但基本上、时间内要找到三颗，我们刚刚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有办法。对，从最多两颗，就两颗而已。太可怕了。我们来试试看哦。好。哎呦！哎呦！好可怕！再也不找星星了。哎呦！哎呦！我找星星，还是时间要长长一点啊，给人比较多一点机会。好啊，250，这样会再多一轮。哦，好啊，再多一轮。可是我们可以不要给箱子吗？
请你们努力找，我来找繁星。没有，你是想杀先想先杀我而已。哎呦，哦，巧克力他就这样讲了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不行啦，你没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对你深沉的爱，我都在边跳边走了。不要边跳边走啊！出 love， 哎，黄色有没有人呢、啊？蓝色有没有人、啊？红色是不是我看到了红色？蓝色，蓝色哈记，海波波没有，没看到，居然我没看到，看我没看到。你输，波波在红色屋里，他出来了，你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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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波波，追波波。你们可以一起过来。绿色，绿色，很多人。对，他们两个都不认识，他们两个都不认识。不要，不要。团团，团你不要卖我，你不要，你别说。你真的，你怎么神之走位？什么神之走位？走位啊！怎么这么讲啊？神之走位什么鬼？对啊，什么鬼啊？我刚刚谁打我的？哎呦！哎，我后面是谁？别，真的别，真的不要，真的不要，真的不要！我警告你啊！哎呦，我警告你哦！我要上巧克力，我要上巧克力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巧克力啊！不要不要！不要不要！巧克力，繁星在黄色，繁星在黄色，给你给你！你不要不要，必须先死！不要不要！哇，你们有大跑哎！我听你话，大跑是什么？繁星在红色，红色。哎、欸，我这一趟都按出来了呢、欸。巧克力，你去找波波啦！哎呦，我已经死了。不要啦，不要啦！哎呦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！李叔，不要啊！我们不是好同学吗？繁星黄色，繁星黄色，干嘛啦？你在哪边？有人我，我怎么看不到你啊？哥吗？他好像都没有写。李叔啊，你来嘛。不要、啊，一颗都没有被找到、啊。有有有，我找到一颗，那他没有显示，差一点就三颗了，气死我了！哎呦，原来哦，我找两颗了，大概差八点吧。反正你躲开呀，你是躲我死角，我压你板的。我都没看到哎、欸，哎，怎么压板呢？我压到他了。啊，这两个杀手在干嘛？哎，我压到你板了吗？个人好难，个人成绩，个人两个杀手吧，三个太多了、根本弄不到。因为他的那个比例都是这样，没有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团体好。可怕，我好气呀、啊！气气气气气！团体时间 久一点，搞不好还有机会。嗯、对，团体久一点，然后我们再换一个、哦、未来城市哦，一样250秒八颗，好好哇、啊，二十一随机分队，哇，繁星，我们让繁星换一下，谢谢谢谢，嗯，那我酱油没有当过杀手，酱油没当过，酱油没当过。哦，酱油，你看谁不开心，追着他。杰克曾经说他再也不跟我组队了。酱油，他只是口是心非。那我们杀手先互干起来了。不会啦，喜欢跟你组队啦。对，然后杰克就跑过来，酱油又是你，又是你，又你。哎，为什么刚跟这个有这个触发警报？它警报就会发光哦。警报哎，怎么会触发？怎么触发的？怎么有那个半线的哦？哦，在哪呢？很嗨的哦。怎么枪的？连枪都没有看到啊！白痴啊！哇，什么团团嘞？哎，这里哈基在这里，哈基在这，走开。好开心！妈妈，同学，太爆头了！我怎么救你啦？我救不了，救不了你，不要跑！你真的？真的痒吗？团团，我跑过吗？啊，是巧克力！你抓巧克力，抓巧克力！现在有人开过了吗？爸爸，团团在前面，团团在前面，都没人开啊！找波波啊，你是找波波啊？左边还有箱子，左边还有箱子，我找到三个了，左边还有箱子，对对对，就那个，就那个，哇，谢谢谢谢谢谢啊！左边的箱子啊，左边嘛，重新了，重新了，重新了，重置喽！我刚找到三个，我是不是赢了？没有了，好啊，嗯，哎，好多人，好多人哦。你们很嗨，哪里很嗨？三个猎物可能打不到，白痴白痴，
看到了很嗨的地方，小心小心，地鼠快跑，地鼠快跑，哟，啊、白鬼我了，太容易了吧？这个是什么鬼？你找别边了，不要不要，你要这个干嘛？恭喜了，我已经哎呀，太离了，你们太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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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巧哦！哎，我真的很多，这个太可怕了，我找了两个。你干嘛不要吓人啊？好不好？好可怕！哎，左边，前面，前面，前面，最前面。你们看错人了，没错，就是你。差两个，差两个，这个差一个，差一个，这个最最大心，你们看的那个哪里有箱子啊？等最后五十秒，等最后五十秒会再重置。哦，天哪！你怎么写那么多？我可以回血啊！酱油，听我解释。啊，我在看，不用不用。彪彪，太有了吧！这两个，这两个，啊，是两个，活下去，活下去，就是这两个，活下去，哎呀，阿基，你要活着，我不行了，你们不要移动，你活下去，你活下去，有疯狂信徒在追我，我很怕，狂信徒，那是你的，下面上到你了，加油，耶！耶耶耶！这地图好大哦，这张很大，好难追啊！对啊，可是偶尔可是这个有很多的警报可以那个提示位置，可是箱子位置好难找。对啊，我想到毒兵队啊！哇哇，好猛哦！太难找了几个两个，你觉得怎样？为什么拿弓箭射人？不怎么攻击，在那边射箭呐？干嘛？这个射到十四分很难呢，十五分、十五分超难。射法不是射人，一言在那里算，一言不合，一合就开射，通通通。原来获胜就是为了要互射，没有错，没错。哎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，这血好可怕！你干嘛？不是我，是我。小猫糖糖去死吧！莫桑，再拿，再拿，再拿！来，我们接下来要下一个模式了。好，好，帮派模式。嗯，好，哦，听起来就好像是互相对决的哦。可以看看这里的书。好，游戏规则。哪里？游戏玩法会是两队混战。嗯，所有玩家分成红跟蓝。哎哦，它有两个玩法。嗯嗯，对。我们先看那个一 v 一的首领战，好啊，它是这样：一开始会有一个人是红队的 boss， 一个人是蓝队的 boss， 其他人都是一般的路人。嗯嗯，那路人就是虚弱，没有钥匙，就只能乱跑。那首领的目标就是要感染别人。哦，你把路人给砍了，那他就会跟你一队。嗯 ，OK， 那就是时间到，人最多的那个队伍就会获胜。而且呢，如果你是路人，都没有加到任何一个队伍，那你也是获胜。哦，但是两队的人马可不可以互砍就不知道，因为他没有说。嗯，好，我们就先来挑战这个一 v 一哦，可以互打。对，一 v 一首领哦，首领是无敌的，基本打不死的。那小弟打得死吗？小弟打得死，打死就会变成另一方的人。哦，可以互相感染路人，或者是抢对方的人马都可以。嗯，看到我先就加入，打不赢加入。箱子里会有救命剑呐，跟一些相关的药水可以帮助彼此。好的，好，好。那我们就来经典的雪地啦，来啦。回复随机分配队伍是按这个吗？不提供，不提供，他应该进去会随所有人加入路人，进去会自动有。好，那就来哦，这边随机 boss 有 boss 模式，帮派是谁？是谁？还没那个知道啊？知道。怀念的地图是不是西瓜帮主？这好怀念，西瓜帮，我们的王啊！嗯，跟着谁？这个全是谁？全是谁？全是谁？他会自己选。好可怕，好可怕哦！对，等时间到应该都会知道了。三二，这就躲猫猫游戏啊！来，哇塞，跟你一样，跟Lumi，Lumi帮，Lumi打我，Lumi打我，要打，要打我，我去打人，对，打我，打我，完了，西瓜帮，西瓜帮，哇，西瓜帮，西瓜帮，
我要加入，我要加入。我觉得我这里有点受欢迎。我要加入泱泱帮，我要加入西瓜帮。红色，红色，加入红色好像很好、啊。小弟打小弟啊！哎、欸，不是，不要你什么、啊？你说加入泱泱帮的啦，我要成为路人或者什么？口语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你是催眠。有没有？有这个，我不想跳槽。你好，你还可以这样啊，彪彪。男生他机器很少啊，我要变成路人帮。你三千，你终究是我的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而且现在还有四个路人哦，还要开导路人哦，怎么又打到泱泱？我得用闪电呢、啊。酱酱油怎么会躲？酱油，要打我，要打我！哎、欸，你家的人呐、啊，你家的人来、啊、管一下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管一下，管一下，管一下！我要把彪彪杀个十次。新姐人啊，新姐人啊！有心结，彪彪出来啊！心结也找不到我，找不到你，找不到我。彪彪，其实我们那个聊太长了，三分钟太长了，好长啊！对啊，好久哦，五分钟要哭了。哎、欸，我竟然都没看到，只看到招募新血了，我要招募新血了。啊！你怎么可能？哎，还有，你怎么这么细心？哇，这样都找得到。对啊，我只看到泱泱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没关系，至少是红色。其他人呢？哇，红色，红色是好色的。不要！哎，酱油你好，酱油，哎，酱油，酱油，哎，酱油被那个了，啊，酱油是蓝色，酱油是我的，酱油蓝色酱油，日才酱油。西瓜，我可以加入，我们是日才酱油对吗？完了。有了，我爸加入啊！有杰克，有叫揍！我要红队，我要红队，一起来啦！对呀，路人是团团，路人是团团，对不对？你在哪里，师傅？加油，快去找他！这个团团呢？团团真好，宝宝彪彪了，我好开心哦！你来的好，团团，不要我躲，好的，欢迎你，不要，全员通气，团团，我是一棵树，我来了，我是一棵树，他救我，彪彪，彪彪，听到蓝色就哭哭是不是？我是树，我是树，我是树。红色刀，红色刀，我前面是谁？前面是谁？红色刀，红色刀，我是树。完了完了，这个来，姐大队吧，这么有东西会被排挤啊！蓝色好可怜哦。团团，你出来了？没有，不是团团，助理没有。我在树林，我在助理，不要不要，助理没有，助理没有，他骗人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哪里？在哪里？你听我说呀，自从我加入了团团，这样以后啊，每天都吃得饱。哦，你是红的，砍我！红的，砍我！红的，快点！红的，哎呦，他死了！先，还没有，先是鬼抓人哦，不要被露米看到哦。玩游戏啊！原露米，不要被他打了。太久了吗？露米再会，这样在哪？我帮你补血。我在瞧着你的露米的那个。你跟我想的一样吗？你跟我一样想法哎。你跟我想的一样哦。这边等。我到。转，加速。啊，碎了，碎了。走，想办法，你给我一下。哎，露米你好憨哦，露米你真的超憨的。我好边缘，我这人生好难，什么游戏？好跳 game！ 哎，你好厉害，好强哦！我有人在跟露米打，我在保护你们。
你为什么为什么可以打赢他？真的假的？你说呀？除了卢米以外，胜利！大心姐，恭喜九位玩家获胜！卢米乖，我还是爱你的，我不爱你。太忙了，滚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不适合玩这一个。对，他还有另一个模式，不好意思，两队混战。一开始就直接分两队，那你一样死了的话就会加入对方。但是呢，如果全部人都是同一队的话，全部人都输。哦哦哦，所以至少要留一个哎、欸，对，至少要留一个。哦，又是霸凌游戏了。真正的打到最后就剩一个，然后大家就逃走不打了。对啊，不要霸凌游戏啊！霸凌啊！我们试试看会不会这样，到底会如何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他时间最少就三百秒啦，对，三百秒是什么呢？随机分队啦，有，恭喜！哎，我在四千万，四千万，四千万。那你们踢进来？你们踢进来吗？踢进来？踢平你吗？你在里面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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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呢？所以我们在那个蓝队旁边。嗯，哦，对对，直接打蓝队。我们在蓝营，我们在蓝营。蓝色是要输的哦，蓝色。哦，蓝色是要输的，蓝色是要输，蓝色要输哦。我要加入红队。来过来，来过来，底数底数转头。我要加入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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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入。哇！加油加油！叫我红队的，叫我。叫我！快点！不急，不急，跟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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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啊！圣卢米的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圣卢米，圣卢米，圣卢米，再重生点，卢米再重生点，卢米再重生点，快跑！卢米，等一下，白痴！你们怎么把他打死啊？谁打？哎呀！为我怎么还没死？我死了啦！太快了，太快了！好白痴啊！太强了！我觉得，我觉得一定是地图的问题。我们欢迎张英来就好。好的 ，OK，OK，OK。好，雪地太小了，一定是这个关系。太小的关系，太小。同分点太强哦。哦，两队的同分点不同了，不一样。对，刚刚那应该是红队，不晓得为什么跑坏掉了，跑掉了，外面去。就是有说，那我们再两队对决试试看呢。好好，记得要留一个人啊，留一个人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蓝队卢米 ，OK， 走。资源收银，请好好为自己的队。我居然我组队出征啊！组队组队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卢米，等一下，我会加入。缺坦缺补，但我还是爱你的。我们已经结心结了。心结。啊，有啊，卢米上面有一个，真的真的有一个。快跑快跑，卢米来了！卢米来了，卢米来了，卢米来了！这里是哪里呀？哎，他底下哎呀，我怎么空走了？我空走了。还有电梯，还有电梯，还有电梯。闭上眼睛，闭上眼睛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，卢米，不要，你不要是上上下下的啦！呀，我怎么打输了？我怎么快死了？增加卢米跟团团啊！真的，团团真的。你们真的白痴哦！哎，没有没有，图书馆，图书馆。啊！团团你在哪？救我们，团团！你在哪？救我们！钱多钱？啊！跑到来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不行不行，团团，你要找哈基，我不是一个人。你过来！你认错了，你认错了，你这边很多人，你自己选，你自选。环境只差一下，环境只差一下。
啊，你还开心啊？你还开心啊？杰克，不是不是，我要救繁星，我要救繁星。好、哦，真的好、啊，真的假的？假的。哦，你帮我，你帮我挡刀是不是？杰克，我帮你挡。可以扛一刀，扛一刀，扛一刀。杰克，那怎么了？砍一个，你就可以解脱了。对，我直接解脱了，就可以解。你只要砍到人，你就可以解脱了，你就可以找我。原来是比谁是输家，真的哎、欸，这边霸凌游戏了，快笑死！我觉得还是那个头，哎呦，真的，真的，那个哎、欸，前面的是隐形的，隐形的，隐形的，隐形的。啊！你们是一起的吗？啊！这是杰克，杰克，完了，完了！打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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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断！不能打，不能打，不能打，不能打！不能打，不能打，不能打！杨过，哇！刚好有救命线耶！我有不要，我不要打那一个啊！哎，转头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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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来，来呀你！欸、怎么？哎、欸，我发现蓝的是重生啊！哎、欸，白痴，你明就是巧克力重生啊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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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你说快跑！你说快跑！我这跑了！是，还有150秒。哇，累、哦，好累哦！原来是抓交替游戏。不要！不要！你要啦，迪说挂！不要！你滚蛋！好可怕的！丢他背斧，丢他背斧！抓交替耶！然后那个敲门声就是团在敲，迪说，等一下就过去了，等一下就过去了。等，打不赢就加入，打不赢就加入。迪说了，欢迎加入，欢迎加入，欢迎加入。是啦，迪说打不过，打不过，打不过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好酷好酷，迪叔你可以的，他只是不要不要而已。你要不要来？迪叔你后面，迪叔你后面。我本给你力量水，给你力量药水，你去打包。不用，你去打包。迪叔中间中走到中间有箱子可以跳。为什么？哇，自己冲！加入嘛！等一下，砍他！迪叔砍他！不要犹豫，加入我。对，都加入我们，不要，你就回来。快点叫我，三楼的，欢迎下来，欢迎下来，欢迎下楼，欢迎下楼，欢迎跳下来，欢迎下来，我悠悠那里也可以。好远，好远，哎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，走开，走开，那个六十秒，完美，完美状态，完美状态，哪里？完美，完美，走开，有事啊！快逃，快逃，快逃！哎呦，他刚守株待兔，杰克快跑，杰克快跑！这也是观众席，这也是观众席，杰克快跑，杰克快跑！杰克活下去了！快跑！原来我们要跑了，我们要跑了。三楼是观景台啊，观众席啊！走了，露米，不要再看了。也太可怕了！再看会出事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这一排在顺时钟啊，逆时钟，大风吹啊！我们逆时钟，还运动吧？有没有跑起来？有没有运动呀？巧克力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休息休息。掉下去，在下面，在下面。我他会跑，他会跑你教的好，你教的好，你教的好。九秒，九秒，你来不及了，你来不及，没时间了。还回来啦，回来到图书馆嘛，我们这边观众席坐好了。很棒哎，走了走了。耶。这个模式完全不适合我们啊！真的，我们直接跑到你对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全部聚集在某一个颜色，这样就好了。就限定那个区域。好难哦！你说在一栋里面跑这样而已哦，不能到处跑。对啊。啊，你说限制在一个洞，一栋，对，对啊，一个颜色。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抓交替的啦，还是一样的集中。太可怕了！哎、欸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同样是抓交替，好不好？感染模式就很适合。感染模式，哦，想起来了，统计。感染模式，感染模式就是鬼就真的厉害了，鬼要感染大家。嗯，哇，幸存者就是要努力的逃跑。好，那你死了的话，你就会被感染。好，对。
所以幸存者要努力的逃，好，不要去接受感染者的怀抱，好，假如不赢就加入，会不会又是一样的结果？我们就来看看，来就预设的哦，走起，哎，还有，哦，这一关哦，我记得这个外面不是很精彩，很难追。很刺激的哦，感染者会是谁呢？是我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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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，是谁呢？嗯，啊，怎么是我？喵喵喵喵！哦，我羊，你怎么在我旁边？我在二楼，还二楼，二楼危险，二楼危险，二楼危险。哦一哦，而且我不确定是不是秒数调错了，他只有30秒，太快了吧！这就是看感染者不会多感染人啊！救命！酱油，不要！我要去大迷糊饭跑。有有不要啦！哇！哎，怎么前面有？有我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后面有白痴哦！你后面白痴哦！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！不要跑！你什么？再加一点！对，那边看会死角。哎呀喂呀！呀！打到后面了，宝宝宝宝，右前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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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哪！怎么这么快？哎，这么快啊！没，不是，我可以杀僵尸模式。嗯，我可以杀僵尸，杀光僵尸，杀光僵尸，我都忘了。哦，那你们人在哪？哎，我死掉了，白痴哦！阿总一下，我母体怎么这样子？母体死了，你们怎么都死了？赶紧，我们一起砍他们！救命！一样地方，一样地方，外面，外面。好，哎，这里变新的人了哎。哎，对耶，你也可以到处去找箱子，有没有补血的？哎、欸，你们没有看到地狱变新的了？啊、哎呦喂、啊！地狱是不是团团是红色？对啊，你们可以过来。等一下，哦，一打我，好，救命剑，救命剑，我们有救命剑可以一打哦，我可以秒一个人哦。哎，你看，治疗，治疗，治疗。哦，对啊，他是昔日的伙伴，不要打昔日的伙伴。干掉一个会补血，干掉一个会补血，一刀就死，跟酱油，一刀就死了。我靠，哪里有？每个幸存者会有一个刀剑。哎，他就是我们两个人啊。哎，你是不小心，不要不要挥刀。谢谢，我们可以像他们一样。嗯，固守在这里有没有？好，可以可以，守点守点守点。对啊，他们一定想不到我们在那边看书。看书，看书，看书吗？一定想不到我们在地狱啦！来啊，地狱啊，来啊！小心！看到来吗？地狱，地狱，地狱，在地狱吗？一换一吗？一换一吗？来了，我来了！我加油！哎，这样很痛很痛！你还有救命剑，剩迪叔一个。迪叔，你在哪里啊？没有啊，我在。他想不到你在。那么无奈，你是不是他猜不到你在地狱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哪有僵尸逃跑？僵尸逃跑了啦！你说你说，我这里有药水可以救你。好，你复原，那你复原，你说。哎，一刀一个，好痛啊！一刀死太扯了，一刀四个救命剑呢，太夸张了，真的太夸张，超凶哎！真的，我想说。二对一有机会，就一刀就掰了。对啊，一刀一个没了。接来，而且他杀死僵尸，你会回满血，所以幸存者是很厉害的。这太强了。对，所以关键就是一开始母体群一定要多看感染大家。因为50秒过后，我们才有那个反击的手段。嗯，母体你在干嘛？太让我们失望了，母体。母体一刀就被救命剑，被我救命剑砍这样，叫你50秒内没有感染多一点啊，莫名其妙的痛死。母体表示这是好玩的，可以碰一下。再来哦，再来哦。我要去哪里？箱子里有3把救命剑啊，所以可以努力的找。好多哦，那就走起。好扯哦！哎呦喂呀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，真的夸张。夸张，幸存者是很强大的，真的。来是谁啊？是谁？最后只是母体啊。那我会不会等下这里都是母体？好。对。僵尸爸爸，拜拜。
的小心，地狱的小心，不行，逃不过他，逃不过他。我这里、啊，我们这里是那个起始点呢。是啊，对，一起来吧。来喽！哇，没有底气，没有底气，哈气哈气哈气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别过来。你看到了，这边很多人躺在这边，很多人，这边有三个，这边有三个，我们一定要干他们。可是救命剑是不是靠我们小子的赢啊？没有，跟你讲，这个是妈妈孕育小孩，然后小孩只是一开始刚好都在地狱而已。运气好，孕育的这是妈妈栽培的成果。对，我知道，那个母体等一下就会往那个地狱狂奔哦，所以地狱的人，地狱的小心，因为当母体而来，我要去小心咯，运气好，运气好，母体运气好，运气好。好哦，你今天很好运哦。好，今晚想来点，今晚想来点好运，好运哦。来来来来，三二一，是谁？杰克，杰克，哦，母体都在这里呀、啊。杰克在哪里？是我不是母体，前任母体也在这里啊。我找不到了。那我们躲好了，我们躲好，我们躲好，我们躲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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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躲好。我们先躲好，其实我们躲这边无敌、啊。心跳声，心跳声，心跳声，波波那心跳声，我这个时间我们就很强了。我先躲柜子，我先躲柜子。我的还在低，还在低。哎，你怎么进得走啊？进得走，不要加入。哎呦呀！救命！有走票不走？哎呦呀！哎呦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我在低，洋洋快跑！他们在地狱。母体在地狱，我们努力，我们努力，哈基上楼了，哈基上楼了，我们要回去就可以了。零秒，有了，杰克，解放你，杰克，杰克你在哪？你小僵尸怎么多傻，杰克？杰克在哪里呀、啊？他在地狱，我不信了。他在地狱吧？我刚看到他进地狱，我赶快跑出来了、欸。是每人都一个漂人剑，是不是？我去找他，你去找他玩。杰克你在哪？不要太凶啊，就手上拿金剑就好了。我想给你看这个酷东西，干嘛？很亮哦！杰克到底在哪里耶？杰克，杰克在哪？不要啦，杰克在哪？不要啦，杰克偷过门，好多不讲出去。我们不讲出去的吧？哦，看到哎、欸，不是，这是卢米，吓死我了。哎，卢米，你的头也很像哎、欸。在这里空气蛮清新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真的假的？在外面嘛，我觉得在外面呢、欸。我觉得他刚刚应该在外面了。很雷耶，小僵尸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真的是史上最憋屈的。这个母体也太惨了，你知道我现在空白键还坏掉。哎、欸，那代表我玩的不错嘛，我的母體。你是运，正是运气好。你运呢？你好，你的运好啊。我杰克，你旁边很亮亮的杰克。都好亮，亮亮的，亮亮的。到底躲到哪里去啦？在哪里啊？啊，那个地板很亮亮的，没有看到？没事，我们拿那个金剑四处跑啊。针对吧，针对。哎呦！那我们发现的哪里？还有八个人可以看啊。你在哪里？我想看一下。哎，这游戏有没有僵尸躲？没有时间哎。
被时间限制。哎，找到杰克，重重有赏哦！真的是找不到哎、欸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哦，你找到了，对，你不算，你是你升天了。你走了没有、欸？哇，杰克躲猫王哎、欸，你很会躲哎、欸，你不会躲在河道吧？没有，刚我在看河道，没有啊，没看到他。有吗？他在楼下。啊，有啊，河道，河道，正在河道。那个有啊！哎呦，太惨了吧！你知道我刚爬地还爬不起来，我刚买电话，好可怜啊！好难过，我快去！难过，看来你没有成为鬼王的天分，运气不好，运气不好。不要小玩，看来我母体当得不错，真的。这个运气很重要，运气很重要，运气很重要，运气。运气，好了，我们这个如果晚一点还有空可以再玩、哦、我们回去玩酱油想要玩的游戏，就动嘴巴的吗？用嘴巴按空白键的，用嘴巴按空白键。那空白键坏掉了怎么办？换改键啊！有大家可以来放下广告了耶！呀、yeah, 哎，我们广告可以放下。哎嗨，感谢超级留言。不是，感谢超级留言。巧克力真的好开心啊！没事，我有巧克力，刚刚说嗨嗨，感谢。A K A 呕吐怪，呕吐怪，有换版本吗？没有吧，一样版本，听得来。你们进去了、啊，进来了，进来了。嗯，哦，我要重开了，我也要重开。可以不用空，不用空白键了。你这个就讲话就好了，这真的工伤了，我的妈！这个头好眼熟哦，哦，这个名字好眼熟。工作台，工作台，工作台，什么鬼？他真的是工作台啊！真的是工作台。这个工作台好眼熟哦。因为我觉得你玩 Minecraft 1.1 的时候就有了，到现在都一直都有。我都感觉从以前就看到他，看到现在，他活好久。你来表示我错了吗？工作台。好，还有谁还没进来啊？来了。我们围着萤火做一圈嘛，老师。好。老师，我们要围着萤火做一圈。还没进来的举手。有。找一个。有。欸、对，少一个吗？对啊，少一个。找个吗？一二三四五。Bio 不见了。哦，波波。他应该是好运，他考的好运。这个太自动了吧？波波是要等十个月。为什么你好运吗？好运啊！运兔波波，好运波波哎，运兔波波，好运波波。对，我就是，对我就是怀孕好吗？我怀孕，好，徐怀孕，脂肪宝宝，脂肪宝宝，大宝啊！毒品来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们都用一只？哈基叫的，哈基叫的，他在叫，我是在叫，谁在叫？谁在叫？他在叫椅子出来，哈基叫一下这个椅子。对，哎、欸，好方便哦。来，我们今天不得了，西瓜工会出来了。哎，露米，我怎么跟你重叠了，白痴？你干嘛坐我的？哎呀，不要坐人家的椅子。啊哎，酱油，你跑起来！跑起来！酱油，他是老师，上面有呕吐物是不是？我是老师。哦，你是老师，酱油老师啊！酱油老师，老师好！老师，现在讲座就是，大家都做得很好，那你们原地毕业哦，今天到底毕业？老师有点强，酱油是老师有问题，我觉得老师怪怪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各位同学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听巧克力讲话。我们今天这个好不好？奇乐村，这以前哈基的地图，借由西瓜工会帮他升级了。耶！现在已经是全新的版本了，也有做大幅度的更新，多了很多奇乐里面的职业啊。哦。那我们就玩简单一点，反正重点就是乱票人就对了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暂停。简单明了，简单明了，跟狼人杀不一样，没什么辩论，就乱票就对了，票包包就对了，好不好？票是，
我当医生，我要先两管插团我跟你讲一些重要的职业，插你那个第九个物品栏最后一本书，第二页就有各种的职业。如果你没有职业，就是平民的话，就是要努力找出杀手，把杀手都处决，那就会获胜。那正义方，平民就正义方，就是好人方。那邪恶方呢，就是杀手，你必须要让场上的警察死光，或者呢，杀手占一半人数以上就会获胜。所以他跟狼人杀不一样，不需要就是把全部都杀死，你只要把警察杀光就可以。对，或者是你们杀手人数有一半以上，所以这个还蛮厉害的。OK， 那第三方呢，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职业，等一下可以来看看。平民就没有用。那警察的话是晚上，他就是一个预言家，晚上你可以去找人去查验，你就可以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。可是你就要想办法暗示队友，因为你直接跳出来爆的话，那杀手晚上就会把你给杀了。对，所以这个要好好的小心。那你可以跟你的警察队友用那个斜线体验来打字讨论。OK， 好。那杀手呢？刚刚就说要把大家给杀光，那你也是一样，你可以斜线体验跟队友讨论，说今晚要杀谁，或是觉得谁那个身份怪怪的。那还有关键的，奇乐就要有医生。他也是好人方，晚上的时候他可以选择任一名玩家打针，那如果打针的那个人晚上被杀手给杀了的话，他就会复活。对，所以你要预判那个杀手会杀谁，那你每一轮有四个针可以去注册。那同时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键，如果你连续两晚注射同一个玩家，那他就会药物中毒而死亡。对，所以你第一天被打针也不一定要开心，想说哇那个医生好帮你，他有可能想要两针伤害你，他想伤害你，所以要小心。那再来是狙击手，这也是杀手方的晚上，他可以选择任一个玩家射杀，可是要知道他是不知道杀手是谁。对，所以他是任意一个狙击，他也有可能狙到自己的杀手伙伴，有可能错杀。对，所以要小心。如果你要稳一点的话，就是你可以等等，可能杀手真的被票了，那杀手可以留遗言叫你狙谁，他会留狙单，你就可以听话的去狙狙人，狙人。所以要小心狙，小心狙。好，再来，我觉得我们慢慢玩好了，因为有些比较不知道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对，但是有一个丧尸。还是后来再玩，有一个第十六页，好 BOBO， 一个未成年，有没有说你未成年？有没有？有有有有，开心。喜欢来乱的孩子，他如果呢被票决的话，他可以曝光自己的身份，就不会，他不能投票，可是他就会存活下来，好爽。好，对，就有点类似那种白痴狼人杀的白痴那种概念，屁孩 BOBO。大家要直接改成 BOBO 算了。大家就觉得，你直接什么？我 BOBO 啊。BOBO， 那我们就先简单这样子好了。好，等一下再慢慢的加。然后刚说那些职业，你们可以快速按 L 就可以看到了。按 L。有。这用心，这有用心。这好厉害哦。职业的调整呢？那其他好像没怎么调。要创造模式。创造的，创造好多书哦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还有正邪对立，就是预设的，预设的，好，十个人正邪对立，平民有四个，警察有两个，杀手两个，医生狙击各一个。没有屁孩没关系，我们把一个平民转换成屁孩。耶，屁孩 BOBO 玩不到他会很难过。平民少一，屁孩加一。医生的药剂数量一次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一轮他只有几针吧，几针共几针吧。那狙击只能开一次枪。那应该有很多针啊，他这样他怎么双双针子？是啊，我现在是在问说这个一次是什么意思啊？有，调一下，调一下，调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让医生有三针，好，狙击两发，
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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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正完了就知道，让我们走起，走起。右边有三平民，两杀手，两警察，一屁孩。哦，已经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对，那你有身份的话，就可以用斜线 TN 跟队友打招呼。哦哦，还有家哎、欸，我们现在是在晚上，不能出来。晚上，晚上哦。还有，哦，他下面有食物柜哎、欸。哦。不用很多话，他是想借由这边在讲话，就以为自己这样就是不理他。哎呦，我就是，哼，你不是，你怪怪的哦。杀手没有行动，到底你们什么行动？你们的行动要在那个按一里面选。没有，我们第一场就是多了解一下，多了解一下，多了解一下，多了解一下。杀手可能不知道怎么行动，哎，出来了。出来了，没人死。哎，打一个人啦、啊，打一个人啦、啊！哇，他现在变成在这里了。对啊，还是我们第一场就直接说出状况。你说谁是谁吗？先都自爆啊！先了解一下，直接自爆。好、啊、好、啊、好、啊，我平民。杀手哎、欸！我杀手。啊，你们刚刚没有看怎么杀？没有啊，不知道啊，因为身上都没有东西，应该是刚刚没有解释到吧？物品栏按一有物品栏，按一它会有显示啦。我们刚刚警察也没有查到，对呀、啊，没有物品栏里面，应该是按那个物品栏一。对对对，哦，对对，不，哦，是这样哦，哦，做的是呢，就算脚被跳过白天啦，给我解释。没有没有解释啊，没事，这样你 OK 的，你 OK 的，你稳的，稳的。他是杀手吗？哦，我们打他是不是？不哦哦，哦跟然后我可以到这边放告示牌哦，有坟场，对，有坟场，然后可以按那个，你就可以讲遗言，可以看遗言。哦，我来不及了，哦，可以可以可以的，哦，这样子啊，哈哈哈。哦、好棒哦！我遗言打完了。哇，好棒哦！欸、死人的身份会直接公开。哎、欸，那你怎么跟我选的不一样啊？他把另一个杀手。你怎么？哎、欸，洋洋，你这样已经暴另一个杀手身份了。没关系，就第一场先测试了解。不是啊，所以才会说打斜线 TM 来报一下，我们要投谁啊？不能自己先选啊。对，所以我投他看不到，是不是？对，不是有说要用讲的吗？就你投可能看不到，然后你就斜线 TN 可以对话。你要 TN 跟他们沟通、哦，你要斜线打字跟那个队友讲一下。对。我刚刚想问泱泱说看得到吗？结果打不出字来，然后他就投了。哦哦，嗯，你们这样你们会投票了吗？其他其实好像都是物品栏，就是打开物品栏就可以投票。嗯有，它的功能都是打开那个，对，就是要利用这样的方式。嗯，一回生二回熟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泱泱嘞，泱泱，我忘记开麦、嗯，对不起。不是，因为我机械键盘，我打字很大声，所以我先。没有吗？那没有没有，有看到我投谁吗？就是你刚我看得到你投谁，但因为刚刚一瞬间资讯量太大，而且我们字都红色的，我被洗掉，然后很混乱，看不到。OK， 刚刚不是只有三行字吗？没有，上面的投票也都很乱，不要去怪别人啦，赶快下一场。对，没事啦，这样就知道，就是物品栏投票，对，那你们就可以自己去选择。不然就是讲一下，投了对，杀手先讲一下投谁，再投。对，就是你们就 TM 投就好 ，TM 去弄比较快。对，可是直接就是一开始也没差，就是你想选谁就选谁。对，就是要关麦呀，到时候再关麦。不是，因为他打。时间很短啊，等一下打就是打个字就过了。时间要调哎、欸，晚上是。你斜线 TN 复制好，你斜线 TN 复制好。因为刚刚是我刚刚很急的投，所以我没看到这样有投，我没时间翻上面的资讯，这样子。对，我就干脆随便点一个。可以白天先讨论啊，白天一分钟，晚上四十秒，多十秒看看。嗯，都好。那白天大家可以有问题，我们再来、嗯、啊，再来改设置。对。
那就再来喽，正式来喽。好，走起，走起，走桥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物品栏有职业的物品栏就可以看哦。这个都要这样子，啊、每个都这样子，好吵有没有？哼，取得更换职业啊。职业哦，哦，是充值的那个吗？玫瑰可以拿哎、欸，玫瑰可以拿哎、欸，妖灵花，玫瑰玫瑰花，哎呦，再又再讲一些有的没的，证证明自己好人哈。玫瑰玫瑰，真的、哦，警察跟人平民的屋子里面东西不同。还是随机的、啊，但好像每个、哦、每个职业的那个 房子下面都不一样，对，嗯，啊，所以或者是随机入房、哦，我觉得应该是随机入房，嗯，哦，刚刚好像是单，我也是单人房，应该不是，我觉得，哎、啊，警、哦、察，搜寻的，警察是警察，他警察有单吗？警察有单吗？警察来个单，一言可以直接用讲的没关系，啊、嗯，晓得，你就。谁是精髓还是怎样啊？巧克力瓶，好吧。巧克力瓶，巧克力瓶，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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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推团团。你不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。推单很好，推单可以。你有什么想说的？你要得倒。我有什么想说的？没关系，那个我觉得第一晚我真的不用讲太多啊，你们就推就投我吧。啊，我等一下。这一局完，我再来问一个疑问，好不好？有人再问一个疑问。哎呦，感觉不会哟。哎呦，没事没事，就跳过就跳过，好不好？跳过跳过。被我们抓到了，还是其实他是狙击屁孩？抖哎，他抖哎，来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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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是很屁？哎，他真的是他手哎，好准哦，好准摇扯哦，好准的，好准进摇扯。没有没有，等一下，我有个疑问我要问。好啊，现在 out 两个，哎，其实团团你死了，你也可以。对，我刚不小心爆狙单。对，比方说像这个爆狙有没有？他那个狙很了解。哎，我就死了。好。哎，我不能。我刚没有打字就放上去了，怎么办？疯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就一片白。我是一片白，跟你们说我是一片白。那你就用讲的啊，用讲就讲，用讲就讲的，用讲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打上去了，啊，打上去画面还是卡在这里。嗯。哦，都是比较结果。哦。啊！太快了！太快了！谁？我真啊，白痴！完了，我警察！我邪恶医生！哇，狙击管杰克抓到，对吧？不是，我就想说，第一天你没死的话，觉得很奇怪啊。不是，没有正常逻辑，这啊，大家都会想刀你，我想说，哎，救一命有没有？这没有办法，我可以完全理解繁星。好，对。对，啊，团团你要问什么？没有没有，就我问一下哈记，你刚刚在看啊，就是不你要被处决吗？啊，那个时候我跟酱油是隐形的吗？是隐形的，隐形的。哦，好 ，OK OK OK， 好好好，没有没有，因为刚刚我疑惑是，你说怕那个轮廓露出来？没有，因为我刚刚疑惑的点是我刚上去我还没砍到他，因为那个时间就倒数来不及，然后哈记就我就跟哈记对视了一眼，然后之后他就直接推我，想嗯。是刚没应急吗？没有，我刚刚是在疑惑说，为什么我看到文字评说我已经我被选择，我是被杀手杀，但是我还在家里没有事，我就还在怀疑，我就刚推到人，他以为你看到了他，但是对，就看没有，没有，看错了，人家杀手是到人家家里去杀那个人的，对，哦，好可怕，好好玩哦，我收到狙击手的说。啊！我刚才想到奇怪啊，那个处决是怎样？为什么我们在一楼？也没看到人，要爬去他的床上。对，他会直接爬到对方家去杀人。但就算你真的没有砍到，也是会死啊，也是会死。嗯，也是会死。但真是一个过程啊，只是一个小过程，是一个过程，一个过程。对，我们多问几次应该就更熟悉了。再来，好，好，好。医生要小心。啊，我的颜色不喜欢。玫瑰被拔走了。Yeah.
还可以拔玫瑰。对啊，我不是有黄桃边边那个啊，上一晚的人玫瑰把它拔走。哦、我家也是哎、欸，玫瑰没了。哦，哎、欸，有地下室哎、欸，那我把它全部拔了。每个人都有地下室，都有都有，每个人都有地下室，每个人都有地下室。啊，地下室好像都有不一样的是是。对对对，他说看你每个人是不同的家，看你职业是决定什么，也没办法什么场外职业对照的吧？嗯。我把花尽量也不要说家的状况，避免家的状况。家的状况。哦哦哦！你都知道了一些状况了。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有人被逼。哦哦！没有，是 B O B O， 你这 B O B O。好，有点鸟侮辱人哦。好。我是屁孩，你可以直接说。我是屁孩，我是屁孩，讨厌谁？我想找他。白天可能要快一点，我们白天时间也可以多一点，反正可以跳过，对吧？迪叔有什么遗言吗？屁爆！哈？屁爆！屁爆！那你觉得谁是杀手？你推一个，要推一个吗？给你推一个，给你推一个。我推吗？对啊，可以啊，可以，也是可以。人家杀了你耶，对不对？不是我刚刚谁杀我？我觉得是露米。好啊，好好好，露米吗？露米，露米，露米吗？露米要狡辩了，你是锦吗？哎，对，你要先讲，你要先讲，你是什么？你是屁孩是不是？平民，还有一个，你是平民，我觉得平民没差啦。对啊，平民太多了啦，这平民不用啦。哎，我家有丰富的食物哎，我投错了，我投错了，白痴，我投错了。哎呦，有人投红色，我按错了，我按错了，他们都粉红色头发嘛。等一下，这样很奇怪哦。所以是，哎，哎呦。欸、太快了，没有过半，没有过半，要过半，要过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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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哦，他不让你压秒，碎啦！哇哇哇哇！狙击，狙击哇！那我说一下，我第一碗查的是团团，团团是村民，好，就这些。对，就结束了。我以为你还没讲完。OK， 狙击狙死的不能留那个吧？对，狙死不能留，狙死的不能留，不能留。对，哎，不对，狙死可以，是炸死不行。哇！哎，我把全部杀光光。哎 ，Biu Biu， 其实刚刚你是被毒死加被狙死。哇，你好可怜哦。哇！而且为什么？是人数了吗？对，我们没有杀酱油，我们杀对啊，酱油不是都火好好的吗？杀谁？他是判定证，那个死两次，鲍勃死两次，对，警察死两次哦，警察死两次，你这样就错了。尸体用一个，然后查弄两次，这样也算他能赢，这样因为死两次。哇，替身使者，哇，你好强哦，替身使者。你拿两个人有两命，但是 B O B O 被狙死又被插针过死，所以你拿了两命都被 B O B O 一个人用光了。哇！大哥，可以吗？找 bug， 找 bug， 好，找 bug。B O B O， 你成功找到地图的 bug， 太强了吧！好猛哦！如果你们你看警察是三个人，然后我们还刀你的话，你就死三次了。对，三次，然后又结束了。这成本也太高了吧？哦，心好累。痛啊！天哪！天哪！真的？所以，哎，所以如果是被狙死的，是没有那个，好像不能讲狙死啊！等下狙死的都没有遗言。哎，你看，你刚好有拿到告示牌吗？有，我有告示牌，对啊，可以啊，那就是可以留，那就是可以，那就是可以留，可以，嗯，应该是炸死还是其他的？对，炸弹客炸死的才没有。哦，对，自爆啊！白天时间。啊，我们再来四个一两次，应该就更熟悉了。嗯，哦，好，我要当平民啊，死掉不会比较那么难过。哎，这个 bug， 这个 bug 是波波才测得出来，因为只有他才有办法，我们都没办法。对，我们没办法。不会有人杀他两次，被警察又被狙击死。对啊，噔噔噔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太难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哎，我这样应该可以完成成就吧？一死两命，一死两命。
哇，不是啊，哇，有没有？太夸张，这个狙也太凶了吧！太夸张了，好扯哦，是有私人恩怨呐。留下你的烟，留下你的烟，留个，好夸张哦，这个真心夸张，留个想打的人吧，留个想打。又是团团吗？又是我 CP 子，他很敢射，还针对你射，哦哇！哎呦，我这哇哦！第一，这个很屌，好猛哦！然后就下一把绝对好人，好不好？绝对好人，精髓来了！我叫你们爱死他，我留好了，我留好了，留好了。你在哪？你要再按一次那个。对话框有一个结束，提早结束语言。你看到哎、欸，对话框吗？里面吗？还是什么吗？无法对话。哎、欸，是你用讲的，你没看到你用讲的啦，你用讲的。啊、就是没屁话了，没事。哦。哎，有啦，里面有。可以进来啦，可以进来里面。可以继续看，可以继续很长哦。查到东西都还没查到，什么都没查到。第六感，第六感 ，fashion 啊。什么死宅那么难啊！我觉得医生会拿我有可能来念，不会念啦。我觉得这么没有，我是平民啦，啊，看有没有医生要跳啊，不是医生的，我是平啊，要打一个啦。我也是平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堆人都平，没有，那就是我平啊。杰克跟董腾，我们谁选？谁选都要投票啊！时间到了，一定要投。我一定是杰克啊，我一定是选杰克。或者是就是、啊、我们两个一定是互票啊，不用讲啊，剩下你们自己决定吧。反正我死也没差，好不好？反正都平民嘛，都互票啊。对啊，一定要投，一定要投。为什么我找不到杰克的头啊？哦，没事，找到了。哇，我这么顾人怨哦。感觉你上两场都是当狙击。而且你都很快的狙，很快的就射了。很敢狙，很快就。来吧。来了，是不是？你是抖 M 吧？射的有一点快啊！啊，这是平民。那我们还有人是假平民哦。对，一定有。哎呦，是假平民。嗯，这么快射，完了！警察加油！我的空白键，你的空白键。阿静，你怎么这么快就被射了？不知道，有人比较早就射到我了，对。欸、对啊，那我们狙击手应该只能一枪，不然杀手好像太强了。杀手团团普利斯，仇恨是哦，杀团团普利斯，没办法，因为刚刚就我们两个在对决啊，他一定是 K 我的，不用说。有心结，有心结，马上要过喽，要过喽。哦哦哦！好听话，我觉得他这一步没有下得很好呢。啊，我死了！哎、欸，哇！神救援呢？神啦！医生太神了！医生很神呐！那刚刚我想再给你选，给我选哦！你就刚刚那个平民啊，我刚也喊平民，然后还有一个平民，谁是平民？露咪刚刚是不是喊平民？对啊，我喊。你就说我就是我们两个选一个啊。你们两个选一个，那，你好奇怪，好彪彪哦！彪彪，你不要是带方向，他是带风向啊！可是因为刚刚这个刚是个平民啊，对啊，杰克肯定是平民了嘛，可能也确定是啦，只差我们两个啦，那我们就互批了吧。嗯，我自己其实有点犹豫哦，我想一下，嗯，可是我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，我们可以多想一下。可是我觉得 Bobo 有讲出来一个论点，露咪完全没讲，他就是在干嘛这样什么的。没有啊，我都他们都两个再辩驳一下，再辩驳，两个辩驳一下。Bobo 先，露咪你有什么想说的？露咪先，露咪先讲。就 Biu Biu 一直骗我啊！我觉得，我真的是很 Biu Biu， 你怎么骗露咪哦 ？Biu Biu， 那我肯定有Biu Biu。哎，不是在家里面，哎哎，我对，不是在露咪啊，我选露咪啊。对啊，因为你刚刚那个看法一定是这样子啊。这个是不是啊？被人家救了啊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露米，我觉得他已经在自爆了，我觉得就是他。救我了，救我了，救我吧，救我吧！不是的，没上去了，你们干嘛？你是吗？你是吗？不是我，就是你了，就是你了。
他偷笑，他偷笑，他偷笑。哎呦！哎呦！果然就是你。插手可以写遗言呢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个叫居单呢，还是什么的？居单对，可以留居单给居。不是，你可以混摇。没错。嗯。可以只用讲也可以。嗯，就随便狙了啦。随便狙了啦，乱射。对啊，狙手我是你，就直接射了啦，不用管了，射了啦。对啊，随便的啦，哟。嗯。啊！哦哦，哎呦！哇！哇！啊，不叫我随便狙，好强哦！我觉得真的该给居单啦，不给居单啊，我刚刚又打不了字啊。你不要讲随便，你讲个谁就好了嘛，就叫你直接打讲话就好了。你知道我说我们两个私底下晚上在悄悄话的时候，我打不了字啊。也没关系啊，我想说，我狙了一个警察，我后面都不想做事，你知道吗？我想问那个酱油神医在世，你的心路历程，你怎么有办法这么的救活我们？好强哦！我本来想给你两针，然后你就活了。然后我想给你两针，他又活了。想杀人，我原来是想杀人，我是想杀人的医生啊！他跟杀手的重复率太高了。那酱油，我们马吉马吉，我们心电感应 OK。我想说，哎，可以杀失败了，那杀师傅好了，师傅怎么又活了？原本还想说他是哪来的神医，原来都只是想要杀你。原本还要杀谁？原本我原本要杀那个巧克力啊！我刚刚在想，因为其实我真的完全没怀疑读书他很厉害，因为我开始怀疑是 Bobo 在这一轮突然咬定是 Lumi， 他是查到什么了嘛？然后第二个跟很快的人是巧克力，所以是不是巧克力或 Bobo 其中一个？我是这样想的啊，因为他在然后他们又非常就是一个以一个混乱的情势上，然后很快的投下去，很像在开玩笑，但是或许他是查到了什么这样的感觉哦，可惜耶。有想法，其实完全没有讲话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迪叔真的很厉害，他真的很沉着。对啊，不能不能太。迪叔有查到的吗？你是个没查到吧？我没查到。对啊，他当然不讲话。他是狙击手。哎，其实我不讲话。我刚刚巧克力死了，被我救起来，那我就给他一针，他会死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要插他三针才死。你不要插我那么多。加油，等下帮你完成你的心愿。不要，我可以再来加加其他职业啊。好，加加炸弹客，杀炸弹兵是不是？可是他是反那个哦，这样子坏人方比较多，可以再加那个，再加一个牛仔吧。特工是不是对应的？就按 L 上面是什么，下面就是对应的，特工队。自杀炸弹兵，他被警察查的话，他会显示平民。而晚上的时候，他可以选择一名玩家，其他玩家进行自爆。被炸死的玩家不能有任何的遗言，嗯，自己跟对方都没办法有遗言，就是直接被炸死。哦、那如果你炸了对方是你的邪恶方的伙伴的话，那自杀炸弹兵就会放弃计划，只会炸死自己。好哦，就是你选择对方，如果对方是你自己人，就是只有你自己死而已，不用担心，你就可以尽量选，要么你死，要么一起死。那特工的话呢，是晚上都可以选择一名玩家保护，保护他不会受到自杀炸弹兵的去爆炸。好，对，那当特工死亡时，被保护的目标会受牵连一起死亡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！这太恐怖了。CP 的概念，因为他是那个吧，不能保护他，不能保自杀炸弹客才对吧？对对，就只有自杀不能挡，就自杀不能挡，除外啦，除外啦，不受除自杀炸弹兵以外的所有炸弹，对啊，就是挡针、挡狙。挡针挡狙，对对对，其他的，但是就还是有可能被炸死。对对对对对，炸弹兵就是想炸谁就一定会炸下去。哇，很爽哎，没压力耶，混乱邪恶，可以保他，但是如果他被杀掉，就是跟那个对，跟一个人死掉，真的呢。那有哪一个预设是直接有他们的？
荒野什么的吗？还是什么？荒野是牛牛仔跟小丑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看一下。好像没有，好像是要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嗯，现在打开棋了，可能是要人多一点才会。哇，这样杀手方很可怕哎、欸。对啊，有点凶，对吧、啊？其实狙击换自杀三兵看看，哦、欸，可以。但这样子有可能一轮死三个人呢、欸。对啊，有可能十一票，真的炸到特工。对啊，狙击，然后杀手再杀一个，然后再炸弹再炸一个。没有，如果狙的话，再炸弹啊，需要狙的狙换炸弹，狙换炸弹。你想要狙人有没有变成是自己要死的那种概念？如果第一天然后弄到特工，特工都保人了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就是很精彩。特工十个，嗯，精彩。没关系，特工那就试试看，以十个。有没有反恐危机这个模式？反恐危机应该是第二个吧？反恐危机啊，我就是选反恐的，因为反恐危机人数不够多，他没有预设出来。哦，对，那我们试试看这个模式哦。好，好，我们好他人哦。调错了，你刚调十个了，特工十个，你刚调的哇，特工四个，哇，特工四个，我没有调，他自己，他，遇到问题请重置，哎呀呀呀呀，十个特工，四个，为什么？哎，这好玩，四个特工很帅，好玩哎，都自定场啦，互保。然后就互死了，这个互死互拍，真的会连线。哎、欸，啊，这特工也要比手速的吗？还是不用？不知道，不确定，完了就不知道。啊、是反正就游戏的时候比手速，对啊，手狂点呢、欸。记得九十。好吧，再说一次哦。特工的话，晚上可以选择一名玩家进行保护，他就不会被杀，不会被插针。但是如果被自杀炸弹客遇到的话，他还是会死。那关键是特工死的话，你所保护的目标也会一起死。嗯，对，要比手速。OK。所以如果你保护的对象你太慢了，那就有可能就没办法了。就太慢保，太慢保了。来试试看，多了特工跟自杀炸弹客。嗯，你有去踹踹看，踹踹看，踹地啊。等等等，大家晚上要打字哦，打花花，哈哈哈哈，怎么了？没有什么，阿宅不急。哦哦哦！哇塞！繁星之塔，闹钟之塔，死了卢米，繁星之塔单兵，卢米是平平，没有语言，没有语言。被炸死了，都不能留言。安静了，我们看戏嘛，我们看戏嘛。酱油，哇，等一下，医生，啊，这个连手救自己了，他不能救人亡，真的。哦，不能自救，啊，不能自救，对，其实好像可以，他只能救别人。嗯，哇，血杀手，差点被双针。对，酱油是那个想杀人的医生，对，他是外医生。酱油，你可以留些遗言。哇，又是外医生，三又三。所以还剩下两个平民，哦，七个人。留言打字太多了嘛？对，两个平民，对。两个平民嘛，因为一个屁孩，一个平民。右边有显示，右边有显示。哦，对对对，啊，是桶。忘记右。哎，他会有平民，他会跑吧？有，他会换，他会换。平民一个，屁孩一个。对。四五，这还五个好人。杰克这场好像很安静哦，你是不是怪怪的？没有。哎呦，我在保护。你在保护什么？你保谁？啊？你保谁？你保谁？有金管吗？对啊，金管保谁？金管，不行，不好意思，我还包点谁？哇，医生死了，好可惜哦。对啊，没得双分了。没关系啊，我觉得拼拼看。
好，我是警察，我们刚查了杰克是杀手了。查到了，查到了吗？投了，那就投了，就投了，投了。特工嘞，特工要死了啦，特工已经死了，是啊，特死了。特工没死哦，特工没有没有没有，特工没死哦，特工没死哦，特工哎，特工可以保，特工没死哦。难呢，这个啊，哎呦，对，还有特工可以保我，哎，我这个直接死哦。对啊，给你们去找特工是谁啊？杀手的回路，不会是自杀吧？哈？什么自杀？就是杀手拱杀手。你说自刀吗？自刀这边刀真太少嘞，刀吗？这个太少，但自刀没，这个自刀完全不会意义耶，是不是狼人杀哦？嗯，但是我平常是玩奇乐，我不玩狼人杀。嘣嘣，奇乐，我带床可以睡。奇乐啊，真的假的？可以啊，哎，真的可以。好，然后我们度过白天，我们会一起睡，然后就变白天了。对啊，嗯，哦，好，怎么了？我死掉了，完了，完了 ，QQ， 完了，彪彪，你不能说我们查谁？他遗言还是可以，他遗言不能留吗？可以啊，不是，因为我刚才是警察，我们知道我们查什么，我只跟他讲一下。好啊，彪彪刚刚想要票团团，嗯，我是平民，我想讲个话，嗯。我刚刚听到那个 Bobo 死掉的时候 ，Bobo 不是说我死的嘛，然后有听到泱泱说被我查到了，哈？嗯，没有这么场外的东西，没有啊？我觉得还好，这没有到非常场外，还好吧？这个是这个还好，听到声音吗？可是我们都没听到哎，有吧？刚刚不是有那句话吗？有吗？我还是关麦好了，因为爆炸我没听到哎，等一下，哎，我都没讲啊。因为其实很明显啦，我们是有听到吧？刚刚聊天室有没有听到那句话？应该有吧？其实超安静的嘞。这句话有吗？我没有，就跟演爱一样，这是悬疑，太悬疑了吧？有吗？你现在拍身份就好了啊，拍一拍，然后二选一这样而已啊。我相信的，我看右边你有什么想说的？哦，我可以承认我是谁？这边全东是一了啊，你可以说啊，拍身份拍一拍就好了。对不对？然后迪叔，我觉得是迪叔啦。嗯，我想投团，因为 BOBO 他原本就想查团团，我觉得迪叔哎，是我强制查别人，对吧？啊，你说什么？什么？小哥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是我想要查别人，所以刚刚没有相信 BOBO 的话，但他既然死了，我要继承他的遗志。继承我的遗志，好哦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？来吧，来吧，是是是。没办法，太快查到了，不行啦！反正你那个炸没有炸到特工，太亏了啦。而且我们刚刚都是查到皮叔是特工，想说哇，不行，你不能讲，不能讲，皮叔会直接杀皮叔，我们一起死。所以我跳到对角哎，没有，那个真的很难啦，太难了。高登对角，我傻眼。对角，我好帅哦。哇，迪叔你超安静的，我都怀疑是你。还是你太害怕了？不是，因为我刚刚显示说什么警察什么鬼，我吓到我是警察，我刚刚按斜线体验说你没有队伍啊，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先查谁？然后就点下去的时候发现我是炸弹客，真的很难过。我跟你说，特工在场上杀手是一个根本没办法打，你知道吗？他是说被警察验到为平民，我想说我是警察好，我就开始吓到吓到，可能那不能那么快炸，对，真的不能，因为他不会被验出来，所以自杀炸弹兵可以藏很晚一点，他会被刀死啊，对啊，会被刀死哎，对啊，有只有可能被刀死啊，可是你被警察查，只要看默契好不好了，对啊，默契要看默契啊，那再来试试看哦。好，好了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嗯，哎，是谁？谁？谁呢？哦，另外平民的，你们可以按一右上角，应该有什么拿什么
职业卡还是什么的吧？我刚拿了，我也不知道要去干嘛。我要睡觉，又要睡觉，睡，过来困，很好，你爱困，很棒哦。然后全部一起睡，白天，白天，游戏结束，又白天。还没有，我还没躺了，我没有躺，我没躺，我怕会出问题。对，我也没躺，怕会出。哦，医生们，有，好色，医生想干嘛？不要啦，我让我睡一下，不要杀啦，明天再杀啦，明天再杀吧。平民，平民，噔噔，他自己会有明天，所以你只是个，你可以说说。我的第六感，那个我可以讲话了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请。那个我跟你们直接报那个身份啦，我是警察。我们刚刚第一晚查的是巧克力，巧克力是杀手。哦，准备他第六感是对的，大家请报巧克力。那巧克力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是，我是预言家哎，没有预言家，没有预言家，没有预言家。没有冤家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查你是不好的，你是不是那个雪狼？他是雪狼，雪狼，他真的是雪狼，哎呦，自杀炸弹兵，你可以直接炸他，因为他特工也保不了他，嗯，所以炸爆团团吧。炸了他，我们这样杀手也不会刀到你，所以炸死他，炸死我，卡吗？阿基，我们帮你报仇，黏住啦，我也黏住了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刚刚第一个选我的是你还是另外一位？西瓜，哈兹，就是你的，就是你啊！团团，加油！不能有一言，我加油加油！你怎么忍心灭祖啊？那么忍心把你的师父给炸死呢？哦，怎么把你的师父给炸死呢？师父，我们一起死啦！感觉可以在脑袋用想象的画面哦，一个苦力怕是降额头。我还有台词哎、欸，师傅，我很敬爱你，但是我不得不杀了你。哦，写剧情，哎，对方给的钱太多了。不钱不很多。对，我不乐意的，但钱太多了，受不了。嗯，可以不要留遗言吗？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不是玩棋的哦，平民也比较难。所以现在剩五个人，你给打个哈哈哈哈哈。仅有资讯吗？仅有资讯吗？你们看，就从 tape 开始看啊。迪叔，你是什么身份？我是护士。好，骗了，是医生。跳他，跳他！我真的，哎，繁星太怪怪的。我是警察，我查繁星是杀手。我查繁星是杀手。屁！我是护，我是医生。不是，我才是医生。你刚说你是护士哎、欸！哇天哪，他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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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是屁孩哎、欸，他是我屁孩，屁孩是我，屁孩是我，他逃了，他逃了。这就是我是警察，你们看不是骗，不是查分清呢、啊？那路明什么？我是医生，特工，特工，一，我是医生。我才是医生。你刚说你是护士，不要骗。我要再大声一点，我是医生。我听到你要点医生。护士。对啊。干嘛啦？输了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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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输了啦。他喜欢当护士。哎，又是团队玩。团超强的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第一晚出来，我刚第一晚那个时候，我那个死前我就赶快那个什么 T N Bobo 说，那个等下繁星查，因为刚刚繁星投我，对，哦、那是意外，那是意外，是真的假的？对，我讲，原来不小心投到，都没注意，意外，嗯。我有哎、欸，哇，看得很清楚哦。哎，我就赶快，又假如我要被炸死，我赶快打倒，我就死了。对，你要他用打倒，不然我吃包茶水。
西瓜好吃，就是你，一定是你先打，先找我的。我说繁星你可杀，他就说让我杀，然后我就想说啊，那就切西瓜。然后我们两个是同时打，他打切西瓜，打 H 一。结果我刚想说，我躺在床上总有一股寒意，突然有种，他还躺在 床上，然后还砍不了他，要等他起床。对。太白痴了！我没玩过那个哎、欸，哪个丧尸的？那要怎么玩？那没有三方，第三丧尸是第三方的。嗯，他会是咬人。对啊，打不赢就加入嘛。对，對他像刚刚打不赢就加入了。对了，没错了。最后一本书的第十二页，丧尸、嗯，他比较特别。它是隔一晚才会感染，一个玩家进行咬，嗯嗯，然后让目标也跟他一起变成丧尸，嗯，自身尸毒过重而死亡。就如果咬到同类，就是不可以互咬，他们不能垃圾哦，垃圾会死掉，嗯，所以如果你要咬到对方也是丧尸的话，你就会互相的咬。哦、咬到对方的话，有职业玩家受到感染时，就会脱离职业，变成僵尸。对，哦，这个真的很恐怖、哦，这很默契了，因为不能沟通啊。对，不能沟通。好 ，TM， 我要打、哦。对，我记得他是你晚上被僵尸咬，是下一天晚上。才会感染，嗯，那如果你被两只一起咬的话，就是马上感染，对，啊，你被三只咬咬的话，就是直接死掉，有这么细吗？被一只咬是隔天确诊，隔天确诊，隔天确诊，然后直接哦，立即确诊，那僵尸获胜条件就是僵尸只要是剩余玩家的一半，那就是僵尸获胜，嗯，哇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也用他的末日的预设，好哇。对，但我们还是要把一个平民转成屁孩，不然的话 Bobo 没办法玩游戏。好，可以。为了 BOBO， 谢谢。两个警察，两个杀手，一个医生，有一个 G， 还有一个 Zombie。Yeah，Zombie。那就让我们来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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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走起。所以那个僵尸咬的杀手或警察，他的伙伴被咬的会不会知道他被咬？哎、欸，对耶，可以看右边啊，可以看问题，可以试试看、啊，可以看右边呢、啊。真的，我觉得，我刚刚还以为这场一开始进来大家会什么？哇，那个酱油，哇哇，好酱油。哦，勇敢的狙击手，哇、哦哦，这狙击很勇敢哎，不怕杀杀的哎，这狙击好厉害。哎、欸，我不能留一眼哎，牌子不见了。可以，牌子不见了。对啊，牌子不见。哟、嗯，那还是说这个模式不行？不要，有可能。哇，神医，队友，他是不是也想给你两针？我刚刚没有牌子，好奇怪啊！那你可以直接口讲，那你就口述吧，口述好，杰克呢？杰克，你可以代偿、啊、你这个白单。我吗？我要打一个吗？我不知道打谁啊！我也只是凭而已。我觉得巧克力，你是什么身份？我觉得不管怎样，等一下，我觉得不管怎样 ，BOBO 等一下就是僵尸了，或者是他本来就是僵尸。没有，好，没问题。因为如果是僵尸，就会咬他。好吧，咬，对不对？可是有理耶，有理耶。你这样子当警察吧。我警察，然后我查你是杀手、嗯。你这样子当警察吗？我觉得这样互跳反跳感觉怪怪的。我也觉得没必要啊。我觉得这个反跳没必要。我是问题，说我是先跳啊、嗯，我是先跳的、啊。你是后跳的。我是先跳的好吗？你是后跳的，你太奇怪了。然后我们怀疑你，就这样说，因为你没办法说那个杰克，你才说我。
没有，杰克已经确定是好人了。对啊，所以你没办法说他，你才说。那啊，那我要说他什么？我说他比较奇怪吧。我说他比较奇怪吧。反正我是警察，查你是杀手。不能比。我不投，我不投。不投不是会那个吗？是男投，这个男投吗？男投，对，男投，会男投。有太难投，卢米，他比我更多。卢米居然跟掉了，卢米跟了耶！我刚去厕所回来说看他投，什么鬼？你在干什么？卢米怪，那张比两个人的啦，你对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好可怕啊！至少可以知道杀手的警察没被感染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狙击手是少一颗。对耶，狙击手，狙击好，哇，狙击手变丧尸了。哇，哎，这个丧尸有那个狙击弓哦，很恐怖哦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拿枪的张笔，吐口水的张笔哦，小心哦。那是什么？Speeder，所以他们右边我们就会知道那些。对对对对。好恐怖。好惊悚！僵尸不咬，白痴，不咬了！我快笑死了！我有一点状况，僵尸瞬间都没了。对啊，僵尸互咬，僵尸互咬了，僵尸互咬了。超猛的啦！超猛的啦！我有遗言吗？对不对？有，你有啊？你的遗言是什么？我想听听看。就是巧克力跟可能都是杀手。不会吧？怎么可能？我觉得可以先巧克力，可以先那个啦，巧克力啦。对，不是我，我觉得你刚刚跟波波互跳啊。他刚刚是警察，僵尸互咬已经死光了。僵尸，那遗言已经结束了，遗言不能再说了。他自己有可能应该是反咬吧？讲完了，反咬。就是因为第二个人变僵尸的人不知道第一个是谁咬的啊？哦，是他咬了繁星嘛？繁星第二轮的变僵尸，那为什么第二次再咬一次繁星呢？哦，是哪？因为我以为要咬两次。哦，没有，可以啦。没有，繁星想说，哎，为什么丧尸还是只有我一个人？没有咬了一晚，一晚要过一晚，要过一晚，要过一晚。哦，这个兔兔僵尸好像有点香，再咬一口，多咬一口。多咬一口，所以现在是膀胱可以讲话吗？可以，就是不要讲，我要再等。没有讲僵尸视角，僵尸视角可以吧？就皮卡皮，因为我也咬了迪叔。不是我，我是预言家。哦，哎呦，我要解释一下，我刚没投票是因为我刚还在想那个问题，我刚没投票。好好好，那个问题。哇，没僵尸嘞，真好，真的哎！末日危机，直接安你，直接安你，直接僵尸，末日危机，接错啦！现在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压力山大，有吗？笑死！最后一个留下的压力，记下，咬一次是隔天确诊。有点类似当下去他刚说二是因为同一碗，如果两个的话，他就直接变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，两个僵尸同一个人就直接变。卢米，哦，不对，阿尼亚德，卢米，你已经太早掉了啦，大家都没掉就不用掉了。他相信着你啊，他陪着你啊。我想说你应该可以逃过这场的毒手。结果就直接你是你怎么没有嘴成功？不是哦，哎，我觉得我还蛮有逻辑的，有然后有一针一针。一针走一针，一针走一针，一针走一针。我刚救完一局就没了。我想杀死人都不行，两场杀死人都不行，不可以杀。来，我们就以他的预设为主啊。好好好，僵尸不要再互咬了，真的。那个很难呢，那对方一定都隔天晚上会变，隔天确诊，隔天确诊，对，不用，绝对不要一直咬两次，只要咬两次，只要两次。嗯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那同时右边我们都可以知道哪一个人从什么身份变成了僵尸。僵尸，对对对对
这我那个我觉得最酷，真的哎，太白痴了！你怎么不三八爱出去啊？团团棒棒耶！啊哈，好猛！我刚还在最后一句想骗你，就我秒头看你会不会注意到。没有看露咪，露咪第一天太可以，对他第一天太可以，第一天最后才弄不行。我刚刚也有想过有可能原因，你是真的尿尿还假的尿尿？因为我看你只有头，我想你应该有怀疑我，那团团应该有怀疑吧？我可以帮警察挡道。没有，没有，团团好。我就再来哦。好，噔噔噔噔噔，是什么？是什么 ？Innocent，Innocent， 这样吗？打到我怎么觉得有点小吐？没有。咬破我就对啦。咬我。你是怎么乱咬人呢？繁星也咬我啊！我又不知道母体是谁，好可怜啊！这个咬回母体，直接回咬，好准啊！这个好准，敢咬我，咬回去。哦，他是以为他是想说迪叔是那个吗？啊！我以为他以为迪叔是僵尸哦。哎，杀手亲手把你们家的狙击手杀了，白痴啊！被杀手杀了。哦，哦不，哦不，有没有后悔的感觉？后悔的感觉。比较遗言就是你有没有后悔的感觉？后悔的味道啊。哇，这个要怎么？有查到什么吗？还是要随便打人？我是平民，我是平民，我要先跳。哦，啊哈，为什么那么小？你是不是杀手跳平民啊？平民干嘛直接跳出来？要干嘛？你是杀手跳平民，没有东西。我跟你讲，我怕我等一下什么叫人家要平民的时候，人家说哦你怎么这么还是你是丧尸跳平民？哎呦，来了，他就算是平民，他等一下也会变成丧尸啊。也是啦，就平民死了没关系啊。到平民死了没关系，过过。哎呀，平民死了没关系。你是真的丧尸啊！你为什么要掉平民啊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那真是太难过了。你是丧尸，你要掉的，你是丧尸，就没事哦。我有不好的经验的，不管你现在也是一个不好的经验啊。你给自己创造不好的经验。太早跳太晚跳都不行，太难过了。那都不要跳，你要看你的身份呢。对不对？等下看，如果丧尸还是一，有没有就代表丧尸刚刚咬你？对对对对，说不定真的就是啊！哎，不是，不是，谁少了？平民又少一瓶，少一瓶。哎呦，好恐怖哦！没有啊，不是我啦，不是我啦。我听到隔壁住宅区听到了，有僵尸声，听到了奇怪的声音，应该是喝东西喝太多吐出来的声音了。大不赢就加入，耶！感染的好，等下就是四个了。大不赢刚想吃，垃圾，垃圾，垃圾，好可怕！等下，好恐怖的感觉哦，天啊！要想办法在灭村之前。哦不！他气死了！哦不！他让卢米，这应该是要杀了我！哇哇哇！哇，那么准！太准了！他气有查到什么吗 ？Pico Yang 了，杀手 ！Pico Yang。Pico Yang， 一定没有问题。Yang Y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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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ang， 对不起，他就是我主刀的，因为你刚刚最后一个头，所以我怀疑你。因为你为什么要杀了你们家的狙击手？那是不是也你也是主刀的？对不起，那个好像不是我主刀。你现在是推给另一个杀手喽？哎呦，甩锅！哇，可以加油！下一场丧尸会赢哎、欸，好啊，好啊，这也是我觉得等一下丧尸我们现在是弄对了，丧尸人数会很可怕，希望他们互咬了。
他们两个咬同一个，那也会三个，还有酱油，你很安静，是不是丧尸？我觉得他默默在做事啦。我很无助。你是变丧尸了？哦，没有用了。他这样意思应该就哦，他医生啦，然后医生，他医生，对啊，丧尸咬他，他是医生，那没有用的医生。我也想他，他在制造抗体，咬他。他只想插死人，我想插死人都不行。看僵尸变几个，你想杀我啊？我没有，我不是，我不敢，我不会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哎呦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重点是我杀。有管是上次对，不是哦。可是刚刚显示有 bug 哎，有 bug。因为我第一晚还没变。第一晚还没变，不是你们刚刚泱泱变丧尸又被处决，又被捉啊！哦，繁星没有玩，繁星没玩到，哦，杀手死两次，没有，我刚刚说 bug 不是这个，我说 bug 是平民零的时候，可是我还活着，哦，你是平民，我是平民啊，你自己看那个啊，我把你的用掉了啦，一样啊，我死两次，确诊，把你确诊了，因为被丧尸吧，他把你健保卡拿走了。对，因为你不要盗用别人的健保卡、啊。哦，别人的健保卡刚 好四到两次都是这样子的。你把平民弄走，因为平民波波死掉，然后他又变丧尸，所以他又是两票把他偷走了。对，可能是变零了吧？对啊，变零。我刚才想要奇怪，我到底是僵尸还是什么？你知道？有没有人口？没有身份证了。对，我没身份证，去读书去。本团的健保卡被我们偷走了。天哪！哎，卢米有没有绝望？是，刚刚因为被我们票死，然后他又是让币感染，所以等于杀手，他的两条命都用掉了。跟警察不是也是吗？这样都吃很多票哦。这吃超多的，莫名其妙，我们人类就过分。哎，卢米，你咬谁，谁就被票出去。你好猛！对啊，我刚上场保你们两个，也是你们两个就杀手啊。好猛哦！女主角，我的天哪！所以你看，彪，我说是不是准？有你在，没有啊？可是我第一晚还没变啊，所以不管，我就不算。没有啊，就是你等一下就要变了。但是我可以，我要先活过再才是。不能让你活过，活不下去太难了。辛苦了。好吧，休息吧，休息啦。来，又是替身攻击，一晚盗用别人身份证的家伙。本来你的身份证好用，真香。休息。哦，真的好玩。看最后一场也是啊，我就说你等一下根本就变成丧尸了吧，什么之类的，有没有准？每次突然跳平民，他跳平民就一定有问题啊，他就一定想玩啊，然后就想玩，就是说你被什么僵尸感染之类的，他说我要跳平民啊，太准了。好啦，感谢今晚收看啦。对啊，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宰来玩欸，感觉托可以开个伺服器或这样玩，你就不用去买那个了，买奇乐的 VIP 了。好啦，就这样子啦，感谢各位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，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哦，好逗好逗好逗，我想画一只手，然后是搓布布的脸摆在前面，感觉很可爱。好啦，之后再讲啦，拜拜。感谢小鱼，还有谁无名走了，感谢你们来收看啦，八八八八，我要去治疗的母的 OK 崩掉了。